我要上春晚，你看行不行？行。谢谢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也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由阳光保险集团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大型互动节目《我要上春晚》。这一周啊，可以说是精彩纷呈，因为这一周汇聚的是我们的年度总决赛，2011年度的36组人气选手，可以说每一位都是带着最渴望的心情，带着自己最精彩的节目来到我们的现场，接受我们9大评审，特别是我们春晚总导演的挑选和检验。每一位选手的心情都是各不相同，每一期节目的结果也是各不相同。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有时候我们看到有幸运者直接登上了春晚的直通车，但有时候也会觉得很遗憾，整期节目下来没有一组能够被挑选上。但是我想无论如何，在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上展现了自己的风采，对于我们这些百姓明星来说已经是一种成功。那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自然是我们非常强大的今晚的评审团的各位成员。首先要向大家介绍的是2012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哈文哈导。欢迎哈导。哈导，您也跟我们说说吧，因为这几天您一直坐镇我们节目的现场啊。我觉得特别多的老百姓能够从这个舞台出来特别好，因为其实登不登上春晚不重要，重要的是参与了，展示了。谢谢。我代表之前几场节目里被您选中的所有的选手感谢您，我也要代表今天这些上场的选手谢谢您，也期望您能够有满意的，您赶紧带走，这也是我们期待的。来，还有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著名的享誉国际的青年钢琴家朗朗。好难得啊，能够请朗朗来到我们的现场。我想问问朗朗，你之前参加过类似于像这样的节目的担任过评审吗？这是我第一次。哎呀，把这个处女秀留给了我们节目。非常期待精彩的节目。嗯，也期待听到你的精彩的点评。另外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国家的前奥运冠军徐海峰。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这一组的嘉宾，著名歌手齐秦。欢迎小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嗯，大家都很高兴能够看到你在伤后重新复出，而且现在的状态居然还这么好。谢谢大家的关心，然后呢很开心能够到这边来参加总决赛的一个评审。嗯，也给我们的选手鼓鼓劲儿嘛。我觉得这个节目最特别的就是能够看到这么多综合性的表演，然后呢希望每位选手都能够真正的放轻松，然后拿到好的成绩。好，对，谢谢，也谢谢齐秦。来，我们掌声欢迎著名歌唱家蒋大为蒋老师。来，掌声欢迎著名导演娄乃明娄导。娄导好。哎，娄导一站起来，那儿怎么有个男观众瞎起哄啊？我长这么漂亮，这难免的。您经常会有这样的遭遇是吗？对对对对，我习惯了。谢谢你啊。谢谢娄导。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边的这一组评审，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朱军。那个起哄的叫得更响了，因为你长太漂亮了。比娄导还漂亮，所以他就叫得更响亮了。这个你漂亮，尤其是我坐在这个角度看啊，跟平常站在你身边看你的时候不一样。对，我突然发现你竟如此的美丽。哎呀，原来有句话叫什么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咱们以后就应该保持这样的距离，是不是更合适？哦，你的意思就把我听了是吧？你自己说你在那儿看觉得特别舒服。那不敢。不行哈。不行不行。嗯嗯，谢谢朱军。来，掌声欢迎我们中央电视台第一代春节联欢晚会的导演，资深电视人黄一鹤，黄导。您好，黄导。来，掌声欢迎著名学者，来自北大的张一武教授。
张教授好。张教授，看我们这些选手带着一种我们的学者的思考啊，再次感谢各位评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请出今晚将要登台亮相的六组人气选手。掌声欢迎今晚的第一组人气选手。我平凡的生命生逢其次，其实这里还没有让鲜花绽放的空气。欢迎来自河南的农民兄弟乐队，你们好，又见面了。我知道你们的每一首歌都是自己创作的，而且都相当的励志啊。今天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鼓励自己的？我们今天带来了我们的一首原创歌曲《这杯酒》。叫什么？这杯酒。这杯酒，有没有相互之间也有一种鼓励？因为这毕竟是最后的总决赛的时刻。在今天这个舞台上，我们拿出最好的自己来，送给观众，也送给我们自己。好。拿出最好的自己展现给全国的观众，加油。来，掌声欢迎我们的第二组人气选手。九月里来时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家家团圆欢儿啊，烧的给老了白脸儿呐，哎呦。掌声欢迎来自山西的武东伯。哎呀，又见面了，也不问候我一声啊。啊，子金姐姐好。嗯，然后呢？啊哈哈，这个好像还很不情愿似的。什么叫啊哈哈呀？这边呢？啊，这边。小手绢借阿姨玩玩。好，来，你唱着。这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大年，哎呦，谁关键时刻掉链子？来，接着来。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家家团圆欢儿啊，烧的给老子拜年儿啊，也不舍男和女呀，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都把那个新衣服穿呐、啊。都把那个新衣服穿呐、啊，哎呦！我俩要上春晚，你们看行不行？谢谢。来，掌声有请第三组人气选手。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我见到过的啊，在舞台上最年轻的女快板演员。谢谢。终于登上了我们总决赛的舞台，这会儿是什么样的心情和感受？这会儿我肯定是非常的激动，因为能够登上这个舞台，我都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所以很高兴。咱们继续努力，因为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你的人气指数非常高，而且的确也看到了你的快板的真功夫。谢谢。加油。谢谢。来，掌声欢迎我们今晚的第四组人气选手。掌声欢迎来自黑龙江的李小波。你好，小波，你好。哇，今天的这把吉他好帅啊。谢谢。这是专门新定做的吗？对。有什么意义吗？或者有什么特殊的说法吗？比较喜庆。啊，这我没看出来呀、啊，这是比较喜庆的意思呀。我觉得比较霹雳，感觉像闪电一样。啊，对，很有个性。很有个性。那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的？因为要过年了。祝愿所有的朋友们龙年大吉，龙年大发。好，我们也期待着你的表演。来，掌声有请第五组表演嘉宾。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丽云，我叫田浩，在这里我们两人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龙腾虎跃，龙马精神，龙年大吉。欢迎二位，二位刚才已经自我介绍了哈，田浩、姜丽林，对，这也是在我们去年中央电视台的小品大赛当中获得非常好成绩的两位青年演员，是，而且在我们的我要上春晚的节目当中也是获得了当期的人气王，对，我觉得你们当之无愧，因为那天在现场几乎把全场都笑翻了，但是今天我们这九位评审那可是资深呐、啊，是啊、是，可以说都是经历过风浪。见多识广，那当然。你们有信心今天在现场让他们也开怀大笑吗？我们非常有信心，真的，真的，真的。那谢谢啊，鼓鼓掌嘛。怎么这么严肃呢？怎么？我就吓得我够呛了，感觉。哎呦！再来一遍。我们非常有信心。看我这样，一看就没底啊。我相信你们，加油。谢谢，来，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组人气选手。好漂亮的亮相啊！这是来自中国武当太极功夫团的两位青年武术演员。嗯，我想我们很多观众还记得你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的表现啊，但是今天这个现场可能跟之前的表演的现场又有所不同。姑娘有信心吗？有。真的吗？真的。加油。这个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在上期节目里你曾经说过你小时候什么坏事都干过。我啥也没说过。希望拿出那个小时候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勇往直前，好吗？我们也期待着今天所有的这些人气选手都能够有最好的表现，向着自己的春晚梦想发起最后的冲刺。来，请稍作准备，接下来马上用掌声请出我们今晚的第一组推荐嘉宾，人气选手。刚才那个歌你怎么能唱完一遍就全部记得了？做两辈人的姐姐很荣幸。看到他们那个笑容跟天真啊，我几乎都忘了他表演什么了。你好林文。你好。你好吴东博。有没有感觉今天哎？怎么哎有点不像我们这一家人？哪儿跟哪儿啊？但是哎，真有点这个，你们俩还真有点一家人的感觉。不是，但是我们俩现场决定，就是如果他能上春晚的话，我们俩要一块儿上。你负责抱着是吗？我负责抱着，这样就有一个一致的高度了嘛。但问题能抱着他的人很多。你看，你看，你抱不动了。真的抱不动。那你看是不是？你马上不一样了。你站高点，你高点，要不我那老太救着你。这个，哎呀，那我也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怎么办呢？这是那个，其实林依轮。其实他的志向不是这么小的，他不是说只要上春晚就结束了。他有很大的志向。那你的志向是什么？开飞机。开飞机呀、啊、哎，对，开飞机又是怎么回事啊？开飞机可以带爸爸妈妈出去看看外面的风景。哎呦，哎呦，你这志向真是够远大的。看外面的风景你骑个自行车也行啊，你必须得开飞机呀、啊、那开飞机看得大吧？看得更小，在天上呢看底下什么也看不清。你看那骑着自行车嘛，这是一块，踩在这边呢，怎么在这儿骑着自行车的只能看到这儿，对，只能看到这么点儿，是吧、嗯、对，开飞机能问这是开飞机就世界各地都能看到。哎，对了、嗯、其实你看通过跟董卿的聊天呢，大家应该能感到东博是一个非常极致的小孩，而且你这么看着我有点不习惯这个高度。不能，我得要不他老得仰着头看着我们。嗯，所以呢就是拿个板凳来给他踩着。来，
那还得踩板凳。哎呀，这可行了。哎，那就行了吧？舒服了吧？嗯。你找到你18岁的感觉了吗？啊，有了。来来来个家庭合影。哎呀，是啊。应该说来一个全家福。啊。全家福啊，那他是你什么人呢？啊，他。是师傅吗？不是。啊，师傅。那是师娘。那我。那我是你什么人呢？也算师娘了。什么叫也算师傅？什么也算师娘啊？那今天给大家表演什么呀？我今天给大家表演弄八的。听懂了没？朗朗，你知道他演什么吗？今天弄八的。能让我们这位这么可爱小朋友解释一下吗？嗯，你再说一遍，今天演什么？弄八的。听懂了吧？听懂了。你终于让从美国过来的朗朗听懂了。今年韩国非常火的一对组合唱的 Nobody。 怎么样？怎么样？那你接下来就为大家表演吧。嗯，好。好 Nobody。 啊 Nobody。 来好就好听啊！又不啊，三十多分钟熟，你还真能对，你装的跟真的似的。这已经是我听到武东国演唱的第五种国家的语言演唱的歌曲。他唱过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意大利语。刚才那词儿又是自己瞎编的是吗？这个不是啦。不是啊，你唱的是韩语啊，是吗？是啊，那你唱的什么意思？给我解释解释。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了。你真不知道你怎么唱下来的呀？刚才那段 rap 是你是用的，你是怎么说的？刚才
才对着那个几个姐姐们这么说那么说，说的什么再说一遍，来对着我说。有点不会，我就跟甩葱哥一样，就糊弄过去。他肯定又是糊弄的，跟上次甩葱一样。对，但是他糊弄过去，你们听不出来。对，嗯，真听不出来。他最后那个还可以自己做那个回声，啪啾呦呦呦呦呦，是你做出来的吧？啊，最后那句是吧？还呦呦呦呦呦。宝林龙宝林啪啾啾啾，还自己做回声呢。来，我们听一下各位评审的感受。我们你想听哪位点评？你自己说。来，三。先五吧。行，一二三四五。哎呦，你可真会点啊！你知道五是谁吗？哈文老师。哎呀，你这真行。烧香知道到哪烧。对，他的关键的问题他弄得很明白，而且他你看他刚才那个巴丘巴丘是不是朝你这边这方向抛媚眼呢哈？哎，对。是这样的，那个我在两年前就见过他。本期六柱人气选手，出身平凡怀揣梦想的农民兄弟乐队，聪明可爱的武东博，招派快板传人安子元，热爱音乐的李小波，小品新秀田浩、姜丽玲，刚柔相济、书剑合一的剑心书韵。谁将登上2012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哈文即将现场宣布答案。入围2012年龙年春节联欢晚会的候选选手是。我们共同期待。是这样的，那个我在两年前就见过他，其实他已经出道两年了。最早的时候是一个特别小的小孩儿，然后拿那个洋娃娃跟他一块儿耍，然后感觉就是武东博士那种感觉，就是非常从容，非常淡定，他一点也不害怕，就是不管多少人，不管什么样的舞台，他都可以随意的，就是表演。我觉得你这点儿特别特别像个大腕儿。真的挺了不起的，但是对，但我就想问你一下哈，就是刚才那个歌，你怎么能唱完一遍就全不记得了？我爸爸妈妈给翻译出来的，弄八得，然后他们就给翻译成汉语。哦。No. 然后每一次唱的时候就还可以，除了 nobody 之外，后面都可以随便的编，都可以不一样。啊，对，记不住就糊弄过去了。你个小糊弄。他很可爱，而且他刚才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其实有点儿有点错的地儿，但是他能给对付过去。对，而且挺从容的就过去了。对，啊，一点也可爱的就是他犯小错误的时候，就过去了，就过去了，而且你还觉得他没事儿。一点事儿都没有，对，就是非常从容，就把这个就化解了。好，你看，五号哈文老师已经说完了，你觉得怎么样？挺好的。那你还想听几号？一二三。
我选这一排的。这一排的一号、二号、三号，这排的谁啊？这排的一个选完了还能再选？也还可以，还可以。你先选这排的，先选。好的，先选。你也不识字儿，我让你数数，一、二、三。一。一啊，楼导。你知道那个姐姐是干什么的吗？不，他知道的，他见了那个年纪大都是叫哥哥姐姐的，我们都是哥哥姐姐。那你们没有叔叔阿姨？不是，你们俩是父母，我是姐姐。对，不，他肯定会说姐姐的。我受不了，我没承认，我不承认，我是姐姐。那姐姐还是什么？姐姐好。我还真爱听。哎呀，这么小的弟弟，真让人感到激励人心啊。而且还这么聪明，你是怎么学习这些歌的呀？听还是看？听收音机还是啊？边听边看嘛。边听边看，哎，他就是不是一个成年人把着手教出来的，等于他一听一看他自己就会了，所以就很自然，一点都没有那种匠气啊，被人教会的那种亮相那种感觉，所以特别的舒服，是一个小天才啊。我们希望在各种场合见到你的表演。我觉得如果他真要是能上春晚啊，他不属于歌舞类，他属于语言类。真的啊。对对对，是吧老导？对对对对对，语言很机智啊，从来也不。哎呀，你爸爸真会教你。来，我们听一下齐秦的感受。第一次看到武东博吧？啊，第一次看到。小机灵鬼儿，嗯。啊，就觉得我觉得看到他的那个笑容跟天真啊，我几乎都忘了他表演什么了啊。主要就是在于他的那种。你也不用记住他表演了什么。对。他下一次就不会再这样演了。武东博，你知道吗？这位哥哥是非常著名的歌手，知道吗？知道，你真知道假知道？他有好多好多歌，比如说有一首，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唱，因为我知道你会唱很多歌，像《大约在冬季》呀。这个不会。就不会啊。还有，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还有没有？还有啊。月亮代表我的心，听过没有？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这个听过，但是不会啊，可以。这个连这首歌你都不会啊，你太时髦了，竟会甩葱歌呀、啊、什么的，我们听都没听到过的歌。月亮代表我的心也不会啊。你问。哦哦。我爱。会几句。来，试试看。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哎呀，我成功了，我成功了。月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好，终于找到了一首会唱的。我们也再次用掌声谢谢东博又一次给我们现场带来的什么节目不重要，带来了欢乐，这是最重要的。谢谢东博，也希望你以后能够拥有更大的舞台，好不好？好的，加油。加油。这真是一个小活宝啊，你都舍不得让他走。但是我们送走了小武东博，没事儿，他爹还在这儿呢。我们请林依轮给大家唱首歌吧。嗯，好，这次来呢其实是为东博来助阵的，希望大家能够都给他一份关心，就像刚才楼姐说的一样，这孩子他是小、啊、你儿子叫他姐，你也叫他姐，这样不是就我跟我儿子一样聪明吗？你知道吗？我随他做两辈人的姐姐，很荣幸。对，就是他是小人精，但是呢他不招人讨厌，他没有那种大人气，这个是特别可爱的。所以呢我想演唱一首歌呢，这首歌叫大声爱，就是每个人其实心中都会有爱，只要有爱你们就说出来，大声的喊出你们的爱。来，掌声欢迎您。谢谢。
上的快乐的角色呼唤。我在香港出生的太阳，当作是舞台上艺术灯光，去感动每一个躺在角落烦恼的孤单的心底黑暗。我推动海浪放在中央，我的舞台音响波涛飘向海鸟的歌唱。希望快乐其实很简单，人生没有遗憾，看能不能让星光灿烂。快乐很简单，不会曲终人散，世界像游乐场， I wanna you know。 向上的日历总是一天天的翻过，难过或快乐都不会再回头，忘掉那所有软弱颓废的梦想。孩子奔跑追上，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组推荐嘉宾人气选手。我只看过我台湾那个朋友一个，他是我朋友第二组，通过新的方式来诠释你心中的音乐，我非常佩服。小李本身呢充满了这个坚强的意志和活力。老师你好，你好，在座各位尊敬的评委们，当然还有我们邀请来的特别嘉宾，还有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建中。建中也是去年通过我们的节目登上春晚舞台的一位优秀的魔术师。你怎么会带着我们李小波出来呢？他的表演还有他以往的一些经历让我非常的感动。他在91年的时候，我们小波呢在91年的时候有一次意外，不小心就把自己的左手的小指给变没了。是你变没了的？不是，那你把它变回来。是个意外来的。希望魔术师有一天能够有这样的魔力啊。对。然后呢，在当下呢，因为他本身是热爱音乐、热爱吉他，那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么在还好有家人跟朋友们的支持与鼓励，那么他又重新的拿回他的这个，拿起他心爱的吉他。反手来做这个表演，还要做一些一般人不会尝试的一些表演。这可能齐秦会更有深刻的体会，就是说吉他如果他是习惯了这样突然全部要反过来的话，是不是很难？基本上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很多人都有这种尝试，但是呢真的是我只看过我台湾那个朋友一个，他是我看过第二个，我觉得应该是相当精彩的。要加油。那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曲目？今天呢带来一段祝福新年祝福的一段串烧。也祝愿所有全国的朋友们龙年大吉。好，来掌声欢迎李小波。
这个不仅弹得好，啃得也好啊。太恐怖了，你这样子这个牙口啃掉几把吉他过了。这是第二把。哦，第二把。你有没有发现他的牙齿？哦，我看，哎，看到没有？对。你们有刻意去磨过？我们摄影师给他的那个两颗大门牙中间有一颗小牙，有一颗长，而且是尖的，而且是比较尖的一颗小牙。对对对，你是比常人多一颗牙齿吗？对。啊！这太神奇了。哦，因为少了一个。少了一个。对，多了一个。哎呀。我们来听一下各位评审的感受。我觉得真是绝了，真是绝了。因为我首先来讲，因为弹钢琴啊，那么看到你少了一个手指，我真的心很痛啊。但是呢，你能把这样一个不幸的事情呢，通过这个事情以后呢，你把音乐又升华了，通过新的方式来诠释你心中的音乐，我非常佩服。谢谢老师。谢谢，说得很好。他把一种原本是生命当中的一种不幸，当他用意志去战胜他、克服他以后，这种苦难就变成了财富，让他的音乐变得更加丰富。谢谢朗朗。我们看看其他几位，黄导有什么想说的吗？我听了以后觉得小李本身呢充满了这个坚强的意志和活力，另外充满了创作精神。比如说牙齿多了一颗吧，就学会啃琴了，这手指头变掉了一个嘛，就反弹了。嗯，所以他这种改造世界、改造生活的能力，我很佩服。嗯，谢谢黄导。嗯，西西，我觉得你这个手虽然少了一个，我也替你觉得非常痛心，因为我们都是爱好音乐的人嘛。但是我觉得，危机就是转机，要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遭遇，你也不会有这种新的表现方式啊！将来我想你还会有更大的成就。嗯，祝福你，祝福你。好，谢谢小哥，谢谢谢谢。这个要不是这样的一次生命当中的一次意外，他就不会发现自己还有这样的潜能；要不是对自己潜能的挖掘，也不可能今天站在这里；要不是今天站在这里，你也不可能遇到80年代你就很崇拜的一位歌手，唯一崇拜的一个。哎，不敢当。哇，你是唯一崇拜的一位啊！不敢当。那个年代真的。齐秦哥哥真的是我们所有人的崇拜偶像。是是是，真的是。就像我烧伤一样，就脸变得比较紧一点了。哎，真的，这我觉得上天永远是很公平的，这个祸福就看自己怎么样去面对了。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哎，好有哲理啊，这句话讲的，真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真的。谢谢你，小波，谢谢你，你的故事和你的音乐其实也给了我们一种激励。真的也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而且我也记住了你刚才所说的那句话，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祝福你。谢谢。最好的安排。刚才的一瞬间，我看到他的眼眶里开始泛起了泪水，所以我倒有个建议啊，我不知道齐秦愿不愿意在小波的这个表演之后给大家表演一首歌曲，因为除了他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热爱你的观众，而且也期待着听到你的歌声。哦。好不好？我觉得就当把这首歌送给李小波吧，这也是一种缘分，能够在这里相聚。好的，没问题。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心情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悲伤，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Thank you.
真不好意思，今天没有唱好，今天声音有点沙哑。一首动人心弦的歌曲之后，我想我们一起来开心一下吧。各位评委老师以及各位来宾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建东。在一年多前呢，我就是站在我要上春晚的这个舞台上，受到朋友们的这个爱戴还有这个鼓励，那么也推荐，所以呢我能够荣幸的登上兔年的春晚。所以今天呢，我是带着一个感恩还有回馈的心情来到我们我要上春晚的舞台上。那么我所要带来这个节目呢很特别，我刚刚说是一个回馈的一个节目，所以呢我准备了一些不是很大的礼物要来献给我们支持我魔术的一位幸运的朋友。那么当然如果我直接这么选观众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有可能是我的托之类的。而且呢要拿到礼物呢，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哦，不会，天上不会白白的掉下馅饼。所以呢下面这个节目我需要一位朋友自愿的哦，我们绝对不强迫哦，自愿的能够拿一样东西出来参与我的表演。那么这个东西呢很特别，是一个特别的东西，我想大家都会身上都会有带。钞票有吗？有。是几千的？几千的啊，有上万的也行，一百就行了，一百就行。我老爷。来来来，我们来掌声欢迎他好吗？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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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来来来来来，你好，先生贵姓？免贵姓曾。曾先生，这个100块是不是你自愿给我的？是。那你先拿好它，我先不要碰到它啊。钞票呢？有了钞票以后，我们准备一支笔。我想麻烦你呢，曾先生，在这个钞票后面这里呢，做一个记号，签个名。您帮我签。不，你先签，回头我帮你签，好吗？你先做个记号啊。为什么要做记号呢？避免待会在表演的过程里面，我把我们曾先生的钞票给换走了啊。签好了吗？行。你这写的什么东西啊？这就是我的名。啊，这是你的名？对，这么着。啊，真。对，就是。OK， 好，那你先拿好它。行。钞票你自己拿好的。手上没有任何东西，我把它怎么样呢？我把它对折，再对折，再对折，好，再对折。麻烦您拿好它。这个时候呢，我身上准备了一个什么呢？小小的一个布兜，把钞票给我，把钞票呢放进布兜里，然后麻烦曾先生呢摸摸看这个袋子有没有东西。有。然后拿好绳子，拿好这个绳头，右手拿好，右手拿好，举高举高，好，先不要动，保持这个姿势不要动哦。接下来呢，我来拿一样特别的东西，就是我刚说过我要送给我们曾先生一些特别的礼物。那么我把它用这个像扑克牌一样的这个卡片哦，做了很多张。我想麻烦您呢，曾先生，用您的左手随意的在这几张卡片里呢指一张好吗？指着就行了，用手指着，对，指着。确定吗？确定。手不要再动了。我现在呢拿起来，是这一张吗？对。确定吗？确定。确定。那我们先卖个关子好了，我把它摆在你的胸前，捂住它，盖住它。好，你也不要看。我把其他的先放在后面。我先来帮你看一下好不好？看一下你到底拿到哪一个奖品，可以吗？行。好，来我帮你看一下。我不看。哎，其他朋友都不要说哦，来，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绝对不可能换掉的哦。哎呦，恭喜你了，绝对是个大奖。你刚刚是自愿自己摸的哦，对不对？我有没有强迫你？没有，对不对？恭喜我们曾先生摸到了柠檬一个，柠檬一个。这样，曾先生，给你一个机会，如果让你从头做一个选择，你要选择我送你的这个小礼物还是钞票？但我先跟你解释一下哦，柠檬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C， 对身体非常的好。男孩子吃了变帅，女孩子吃了变漂亮，那么小朋友吃了呢长得好。所以呢你要认真考虑一下，要柠檬还是要钞票？要柠檬。柠檬。感谢你，那麻烦你把钞票揣在我的口袋里好吗？自己揣进去。真的。行了吗？我的啦。
是吧？所以呢，今天我真的准备了，而且我不止准备了一个，我还准备了一袋。因为我待会呢会把这一袋柠檬打开来，我想请你伸手进去拿出一颗柠檬，可以吗？可以。应该难度不是特别大啊、哦，已经打开了，来。不用看是吧？不用看，不用看，要不然你到时说我们有这个串通的嫌疑就不好了。来，拎出来，拎出来。好，拎出来一颗什么？对。柠檬。对。其他的收起来。很多人说魔术师准备的东西通常都是假的，那么今天呢，我要证明我所送你的东西绝对是真的，所以呢。有一样东西可以证明它真的，就是用一把刀。所以呢，我帮你把这个柠檬切开来。哎呀，你看，丰富的维他命 C 都流出来了，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酸。对，麻烦您打开来看看是不是真的，好吗？是不是真的一个柠檬？用力。然后你有没有发现，里面好像有一样东西？本期六柱人气选手。出身平凡怀揣梦想的农民兄弟乐队，聪明可爱的武宗博，招派快板传人安子元，热爱音乐的李小波，小品新秀田浩江丽玲，刚柔相济书剑合一的剑心书韵，谁将登上2012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哈文即将现场宣布答案。入围2012年龙年春节联欢晚会的候选选手是，我们共同